啊，那本来那场戏可能是很普通的就打个电话，但是导演把它给调了，调成一个比较情绪爆发的一场戏。然后导演说完那场戏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做准备，然后导演突然说那个先放饭。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压的东西，这场会十足的让我体会到那个压你的东西了。对，这场戏弄完了，基本上，畅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物，什么别人都理解了。